所以往往我们今天第一站就要我们去 LVMH， 有点真的吓人，有一点。所以你现在心里有底吗？没有，就至少要在之前双十一基础上，我们再要到点东西吧。一个5毫升，从感情切入，然后再直击正轨。今天的所有行为都是感情牌，就走这个路线。就大不了等一下在 LVMH 门口哭到记者来采访那种。金线李佳琦出现在上海恒隆 LVMH 集团大门流泪，他们是有什么样的纠纷呢？有什么样的曲折的感情呢？就是各种头版头条就要去。应该是有信心的。OK， 祝我们好运吧。所以就没有人在外面接我们的吗？没有，这么卑微。好了，我们已经到了 LVMH， 这是不是有点紧张？到了 LVMH 的20层，现在他们办公好安静哦，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声音背就挺吵的。对，所以这条视频把声音打大一点点。好，出发。Hello， 你们好。健康吧。哎呀，你有吗？我当然有健康嘛，我也是就真实的人类，好不好？真的很安静，你家去。说实话，我以为会尖叫的。所以我们想象的都是。我以为进去之后应该会尖叫，就大家吹口哨。哇，拿手机。你看这哇，就那样子。没想到如此的安静啊。是。Hello， 你好。哇，你好白啊，真的好白，你太白了，我不要跟你站在一起，在一起感觉这个就，哦，我想要采访到他耶，林天然，因为他旁边有非常多的东西，这有点夸张了我，因为都是我领的，领的，所以你是领，然后发给谁呢？发给你啊，你不要在这集团的同事们真的非常非常会说话，不用，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对对对，也是我哦，那个。玫瑰风的老板，有人在你们公司用前公司的卡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logo， 这段切掉切掉。所以你的包包就是这个是你的化妆品包？对对对。口红、唇釉，然后唇线笔。哦，你用的是娇兰的粉饼。哎呀，小点声，小点声。没关系，就是 Make Up Forever 的定妆不好用是不是？啊，没有，超级好用的，这个是什么垃圾？然后我可是要吃娇兰的，谢谢你。你不会被老板辞退的，我会把你等下把那个脸上的马赛克全打满。嗨，坐在最里面。嗨，这个真的很夸张哎。这个应该是刚刚打印的，对不对？没有，这个很旧了。对，这个上看起来很旧，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所以你老板办公室在哪里啊？还有哪个美眉的包比较精彩的？我会过来的哦。我可以再翻一次。这么想上进，好好工作吧。从调过来的新同事。怎么办？见大老板，我真的有点害怕了。你自己敲门，谭浩帆，那你敲吧。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惊喜。哦，真的吗？你不是要我给他一个惊喜吗？这个惊喜够吓人吧？Hello， 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没，希望没有把你吓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谈 offer。在12楼，在12楼。我们在12楼吗？直接去吧。好，那我们走吧，先去谈 offer 吧，好吧，不耽误你的时间。好，对。来吧，所有女生的 offer， 第一个品牌 Make Up Forever。是。我觉得必须要爆爆炸。我害怕。去年。因为从去年双十一到今年38节到618，对，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Make Up Forever 给到我们的超大 offer， 这才叫做一线品牌该给出来的 offer， 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后面的品牌应该像 Make Up Forever 一样给出 offer 来，对不对？所以今天 offer 给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说完 offer， 我们就会自动乖乖的走。那我走。给我们开始介绍一下今年双十一的规划吧。我们主推的话还是高清粉底。我最爱的粉底液，对，就是你300瓶粉底液，唯一一个用空的第一瓶粉底液，是不是？老铁，必须的。Make Up Forever， 我第一个用空的粉底液就是它，打造新肌萎缩液，感觉是你打了一层新的皮肤上去。这个粉底液我们这次给到了一个最低价，所以我们就没有再送其他的赠品。
去年双十一还加了两个小样，两个。我们是带着功课来的哦，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要四个白盆。那我现在就叫老板下来吧。你现在打电话给老板，你别这样了，才第一个品呢。我打个电话给 Sandy， 打个电话给 Heidi。没关系，我们他们打电话。这一集就是 Make Up Forever 打电话。Cool。 老板，老板好。欢迎老板，欢迎老板，欢迎老板。哇，老板声音好大，老板今天可能要被我吓很多次。还顺利吗？要算一下，哎，我算十万平就是好算，乘以十万，算一下你退货这不就吧？哦，对不起，老板，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我这是卑微小李人设的。十五毫升货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有三十毫升，我们其他都没得做。我们要不先谈下面那个散粉，好，可以，但这个你们考虑一下。好，丝绒粉饼，双面粉扑的妆效，双重妆容，只要一抹，你的皮肤就像有一层新的肌肤状态。这个粉饼我们会送这个产品同款的一个小样，送没有什么用。老板，我今天带了一个礼物给你啊。我们在上海接彩，一些女生对于 Make Up Forever 的看法。哇，很期待。包包里面今天有没有带那补妆的东西啊？ Make Up Forever 的。哦，太好了，我可以看一下吗？哇，这是我们的妆，这个听上去很舒服。Make Up Forever 佳琪去谈的过程中，你们希望有什么样的诉求传递给 Make Up Forever 的老板？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最好能到个五折三折。Double kill。买一送一点五好吗 ？Triple kill。说得好。Eight。老板，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还有一个赠品，之前的那个口红。对，我看一下颜色，非常红。就这个还是送的，对不对？我的天哪！这个送吧，你这本来是在里面的，我只在你这个 offer 上直接加。喂 ，Sandy。真的又打电话。好，我们这个先过，因为我觉得送一支正装口红。所以我们可以先下一个。我的爱来了 ，Make Up Forever 高清蜜粉，粉质细到你看都看不到颗粒感，长效哑光定妆，精准滤网，取粉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一次是双十一的限量版，这个成本比我们原来的那个黑壳的要高。不听不到啊！三个单品就一个亿了。我觉得你今年应该要抢一抢。的生意啊，那也是可以的，很好啊，老板有点出息好吗？老板买一送一同等量的量可不可以？谁叫我下来？哇，我感觉像被雷劈过一样的。老板，你再这样我就要上给我的秘密武器了。嗯，来，导演上道具。哇，我加一，太真了，这是。真的旺旺太惨，我给你们看一下，旺旺为你们真的牺牲太多了。就是要刺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啊？等一下啊！你在干嘛？相亲？不是，我补一下就可以进。好，出发。这么大的挑战吗？所以老板你快一点加，万一脱妆就很尴尬了。汪佳音，我现在是露水，你还可以吗？哇，还好吗？真的，我说实话，你已经湿了，你真的。来看一下你的底妆，哦，非常完整，还是哑光的，真的，脸上是哑光的，身上全部都是水。老板可以的吧？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为了所有女生的 offer， 佳琪啊、旺旺啊这么拼，啊，我们支持一把吧。没事，买正装，这个有没有了哈？当然有啊，这定制的呀。这个不在里面，这个不在里面，我可以再进去一次的，我可以再进去一次的，求求了，我们感情这么好，求求，我唯一口红一个的第一支口红都是跟 Make Up Forever 做的，但这样我们就利润就很低，老板可以的吧？好吧，那我们成交。太开心了，这个老板，我跟你说，卖不完，我就挂二十天。这个不是
每天上播挂在前面，全村的全村的希望。那老板你先别走，我们抓紧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还有，我太难了。Make Up Forever 他们家是用的微米级别的散粉，而它是那种微粉化技术，定妆能力升级，粉质和粉感非常非常的细腻。微米散粉叠加平台津贴，我们送黑喷30毫升，再送两个小蜜粉，再送马卡龙粉扑。因为你都是送的正装，我要一个正装，买这个送这个，再送。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说，那个 BBB 品牌送五个。我想知道那个 BBB 到底是谁。我跟你说，只要你这个答应我，我跟你预告5天。哇，这个对我们诱惑太大了。我们要做定妆的老大，老板说的好，没错，你是个好老板。但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正装白喷了，没关系，老板都说了要生产，只要生产就行了，我们就抄下来吧。好 ，OK， 那个 OK， 折扣力度，超装超装，你说 OK 的，快，啊，记下来了，快快快，老板，张，王佳音快写。所以老板可以把那个白喷划掉，然后盖一个。老板，你不会划我的纸的，对不对？你不会划所有女生对你的爱的，对不对？你不会划的。真的要老板就左手拿这个，右手拿笔，随便你吧。就在这里，就在这了。这个。对，就在这了，就在这了。你是要压下去还是要划掉？我们送两。哎，老板说了不能划。老板，我跟你说，你是所有女生的梦中情人啊！哇，卖光他。Make Up Forever 所有女生的 offer 成功，拿回来，都谢谢老板，再见哦。我想对所有女生说，佳琪为了大家确实很用心，也很用力。那个妆真的好重，我觉得那个重量更多的代表佳琪对所有女生的心意。作为品牌方来讲，也是希望在这个特殊时刻给到所有女生一个更好的 offer， 让大家可以变得更美。第一个环节在这里，我们需要蒙住你。我这样，我会，我一定会。那我领着你。哎，今天这个阵仗真的，哇哦！你佳琪蒙住眼睛啊。所以是什么样的？稍微有一点回家的感觉。就家里有十只狗。三阿姨要拿下来了吗？三二一。你们好。第一个呢是大家列队，是欢迎佳琪今天回家。是。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娇兰的另外一层，欢迎你回家。嗯，娇兰的另外一层，所以是。嗨，辛苦，天哪！在这边的话，等。Hello， 是，刚刚在谈另外一个。而且哈，我们刚刚还在讨论的话，一个。哇，我看到了！天哪！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整个系列最新香水，太厉害了。今天是佳琪回家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为他准备的是他的整个的入职礼，先让我带他去娇兰走一圈。对，去看看同学们，明天要开学了。是，我也很想要去看一下娇兰同事们到底在用些哪些产品。同学们各回各的座位啊，李老板要开始审查工作了。李老板，这里就是跟你关系最紧密的我们的 PR communication 了。哎，怎么回事？娇兰桌上为什么会有？没有什么要收的，你给我坐下，你不要再收了。哎，你好像还蛮乖的耶，这都是娇兰的产品，所以你带包了吗？今天带了。给我看一下你的包吧。包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你确定？是一个非常就是爱干净的孩子，四包纸巾。那边是我们兰花之母，是，我要去找兰花之母。所以今年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兰花面霜？有，大概有多少瓶？就是我觉得佳琪每一次都可以帮我们去把这个记录突破，所以说我们的记录永远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我觉得 actual 来说的话会是一个更高的数。娇兰真的，我跟你们说，就是说话都非常非常的按照广告法的要求，就是永远不说数字，永远不说那个极限词，就是永远让大家觉得刚刚问了等于没问。你佳琪准备的兰花，只有兰花之母有兰花，把你放在中间，谢谢，让你独自美丽。这里是我们最重要的物流，所以今年双十一有抢购吗？因为去年双十一你们是
一天就直接就是休年假了。我们尽量把全球的货全部拿过来。我们先走，我们先走。这个地方的压力有点太大。来，工位先坐一下，这个。啊，这里是我的工位。有名牌吗？哦，真的耶。以后我就是播不下去了，就来这里上班。就来这里上班了，打卡成功。所以等下我要跟我们老板谈判了，等下可能你们会看你们老板整个就很沮丧的从休息室里面走出来。好，我们开会。哇哦，天哪，你们天天开会真的太爽了，感觉就是这才叫做几个亿的生意应该在这里面完成，我们的破地方。来吧，我们进入正题吧，就女生们比较期待的娇兰的 offer。 娇兰第三代最新款黄金复原蜜，这个 offer 就是已经重播了三次。嗯，我都摆的都累了，比去年好，绝对比去年好。关键这个是第三代全新 的，全新产品一般在美妆界是一年内不打折，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亮点在这瓶产品，要不然就是大家会觉得哦，我知道将来买来送啊嘛，嗯，就这种感觉。就是要找一个亮点，你找个亮点出来，然后会买它的一定会买，但是我们今年是需要让去年的生意变得更好，像给所有女生谋福利。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券还力度还是比以往要升的嘛。如果你可以再减100，我也是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吧。券我们已经是最大的了，挂几天热门我也来冲。我挂20天直播，我们谈5次热门，你觉得怎么样？对于娇兰来说，如果加下100块，我们就要下5开头了，这个很严重。好吧，我们这个先过吧。娇兰地黄蜂姿精粹水，蜂王浆，它是专门做的黑蜂修护，一样的，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每次大促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惊喜和没有那种爆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还在跟总部 battle 的，好难哦，好难，是好难，真的好难。我们要么可以先谈日晚上套组，可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渣，我非常可以。娇兰玉婷兰花来了，哇，玉婷兰花非常棒，玉婷兰花是好的，我们要找头大的那个去聊啊，然后这样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都 OK， 这些 offer 我都可以接受。其实我反而是说，除了看复原蜜之外，我们希望也在这次双十一的时候扩一扩品。因为复原蜜作为一个爆款，它已经不管是 offer 力度也好，它的知名度已经很大了，对，反而是这些我们可以再看一看机会点。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粉底液是一个机会啊。娇兰金钻粉底液这款应该可以谈哦，上你就把那个变成70元回去，我挂20元，就从20号之后啊，每一天直播都是一开场100个链接，全是大一品牌挂链接的，我不要钱了呀。我们为女生谋福利啊，让所有女生用得起金钻吧，大家很想用真的买不起。不，这个点是说你再送其他的那就是3折，三几折，这是后补。我们不说折扣的，你不说折扣消费者感受不到，你说了以后我们感受的太明显了，心脏骤停。我们不说话。大家自己算一下，啪啪啪。我今天先跟你说，我们先看5好不好？今天一个也敲不下来，因为我们不用拿那个脏了，没有，我们没有脏了。欢迎，嗨，你们好。李老板要开始审查工作了，我没有斗志了。李佳琪，我真的没有斗志了。大家可能你们会看你们老板整个就很沮丧的从休息室里面走出来。我觉得再减100块钱优惠券，我觉得可能。再减100，我也是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吧？来最轻的品牌，结果是最卑微的样子。但是我可以理解娇兰品牌会很难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有预测谁是最难聊的？就这三个品牌，哪个更有信心拿下 offer？ 你要想之前谁力度最大，我觉得那个难度会更大一点。娇兰，其实对于你来讲，你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简单来说就是直接上券也容易。直接上券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大家想要价格便宜，然后再加赠是最好的。但价格不动的情况下，我加代购赠品，我也不会觉得它有多便宜。我理解一下，比如说买二送二是一个关键点，然后至于二之外的东西，你没有那么看重，更看重券。对。那我们复原蜜在
再扣一下折吧，再扣一下吧。我觉得再扣一下。对的。我们和佳琪都是为了所有的女生在谋最好的福利，还是在有一个磨合的空间，所以无论如何此次一定是超值的，这个我觉得是娇兰是可以足以保证的。我相信娇兰肯定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或者是发布会当天调整出另外一版，就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力度，是因为集团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一周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再解决沟通一下，他们也要去申请，是好不好，我们就等消息。李佳琦 open 挑战失败娇兰啊啊啊啊，太难了啦，粘掉了我。如果是还是刚刚那样子的，我就让直播没有办法卖了，很难过，我能理解。然后做那种组合，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那我等下靠你了啊、哦！我们俩做的多少？实在不行就狂拜。对，把你的衣服脱掉，我们叫脱衣服拜拜。这 ，Hello， 嗨嗨嗨，嗯，奈王，这是你的家不？你的 fresh。这边走，这边是我们的 fresh 的 office。谢谢谢谢，打扰你们上班了。好久不见，佳琪。嗨。好久不见。我带奈王回家。对对对，太好了。今天我今天是就代表所有女生来。给所有女生谋福利，在双十一的时候，一定的，就是不会让你失望。就看一下我们的妈妈品牌会怎么样对我们今年双十一所有女生的 offer。我们对所有女生的 offer 就像你那么喜欢 Never 是你的。真的啊？是的。所以那我今天等下看谈判成不成功。那刚刚我在楼下受打击。是吗？非常大的打击。在爸爸那边受打击。那就不晓得现在接下来是会有反转还是持续的。你不要再这样对我，我刚刚已经很受伤了，在下面。不会的，所以我相信。好的。对，我昨晚都帮你预告了，水乳女面霜，我们要卖爆炸，今年。太好了，我们的产品经理应该已经喜极而泣了。真的吗？产品经理在哪？在那儿，走，聊一聊。嗨，所以你是古源系列产品经理。对对对，当然这个牌子已经三年了。读大学的时候看很多杂志，上面都有讲它很传奇的故事。所以你也是一个追梦女孩。对，我也是佳琪直播间的女孩。谢谢谢谢谢谢，嗨 ，Hello， 你的电脑真的是很厉害的样子，你找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吗？找得到，我的桌子都已经 extend 到他那边去了，都是我的东西。哇哦，你上班真的很有仪式感的样子呢。哦，小猪猪，你在这儿？我的天哪，小猪猪你在上班？来往看，小猪猪哎，你孙子哎，我又看到了小猪猪。猪猪很忙。哦，奈莫你看。Fresh 有好多东西都是你的耶，你看到没有？那么这是谁？你闻一下他，这是谁？这是不是你啊？你看这里还有 Fresh 的礼盒，我们上次的礼盒。这是你第一个。看这位美眉的手办，真的超多。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所以那个杯子在我直播间买的吗？不是 ，OK。可是你跟我同款啊，这杯子非常好用。哇，这是什么啊？这是你们的物料。哇，好好看哦！嗨，帅哥你好，所以你是负责 travel retail 免税的，所以你会恨我们，就是天天说我们比免税的价格还要便宜。中国市场很大，任何渠道都应该蓬勃发展。嗯，那你们做什么竞争？我们靠产品，是 fresh 的产品，在哪儿什么价格都会很受欢迎。老板，你们真的培训的非常非常的，哇，你们公司真的像一个花店。天哪，就赵亚洲真的很喜欢手办哎！这天哪，他们办公室真的好好啊！我觉得以后要拍给我们公司。突然间坐下认真上班。去谈 offer 了。好。好。说句心里话哦，我跟这三个老板不是那么熟，就只见过两次而已，没有怎么就是在现场 battle 过 offer 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今天应该有什么样的状态，我怕吓到他们。涂抹式面膜就是给你的肌肤吃满汉全席，红茶凝时修复面膜，脸部的晒后修复 ，Fresh 红茶酵母精华水，红茶酵母精粹，改善你肌肤的细纹，水润保湿，花瓣水加玫瑰精油加真实的玫瑰花花瓣，那种玫瑰花的香味就感觉你自己就是玫瑰花庄园的女儿。白松露面膜，他们家最高端的古源系列的涂抹式面膜，主打修复加抗初老，大干皮女生在不在 ？Fresh。古源面霜帮助你强韧你肌肤的屏障，滋养你的肌肤，买它。
这次双十一想推荐给大家的王牌商品就是我们的傅雷士的这样的一个面膜套组的礼盒。这件是你们线下卖的最好的一个礼盒。对的，对，有我们的红茶的黑白罐，然后一个玫瑰的保湿面膜。对的，就所有女生都，她们都说618双十一之后，她们不想要再买多少送多少那种，我就只想要把价格打到最低。那我们这次的非常的有诚意，其他的那个东西也不想浪费你的那个时间。对，那我们直接就是来价格上的一个五折。今年已经是给到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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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意的。我觉得你非常有诚意，我觉得 Fresh 真的非常好，做得太棒了。但是我觉得因为你们品牌比较特殊，你们是面部涂抹式面膜的品牌嘛，就是我会出差，我会非常想要带你们的东西出去。如果没有赠品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携带方便，所以我们就再加两个，让大家看到 Fresh 真的超级诚意。但其实我们是想说把价格是给到所有女生，就是更加优惠的力度。但我们其实这里面是拿个三个最佳明星的一个产品，而且它其实是30ml随行装。你可不可以每一个都送一颗小的15ml？产能的那个维度我们基本上是很难再去加货跟加 sample 这样子的那个东西了，要哭了我都。但老板还有可能破五折吗？已经破五折了。没有，445 444，就是不好听，中国人对于四这个就能少就少。430，4.5折，五折以下。你老板一个眉毛抬起来了，真的就是倒吸冷气，然后背心流汗，真的是很为难。今年跟去年还是一样，面对着非常挑战的就供应链的那个问题。老板，这个货你备了多少份？20万。我答应你，你只要给四，没卖完我就一直挂。10月20号当天谈一次热门，不收你的钱，我不赚了，你们就给女生福利吗 ？Alexim 同学。这个东西答应下来，我马上要收到吴树峰的那个挑战的邮件。但是一次200000套哦，你可以 hold 得住的呀。我，你把我招去吧。我觉得150000套是没有任何问题。后面50000套我光帮你挂20天，总卖得完吧？当时记下来，我再给你写合同。对，那个 meeting minutes 啊。哥，来吧，快拜拜，那我上班了。我说谢谢老板，求求老板了，老板，我们要卖爆炸。你就说可以。大家一起为着这200000目标与那个那个，我们就先那个定吧。我感觉我太棒了，谢谢你让我今天晚上有信心直播了，要卖爆炸啦。Never， 你还是很厉害的 Never。他太会了。我相信这一次那个佳琪的所有女生们在双十一当中真的是能够拿到非常非常大的优惠力度了。是，下一个啊，压力好大。我们的今年的新品，白钻松乳，是我们小黑盒千万级的一个新品，对呢，然后也是我们最高级的一个产品，因为所以你的 offer 呢？还要不要卖了？你疯了？但我们的这个货相对来说比较的少，我也。体谅一下你们，因为是新品的原因，这个活动我不加了，可以了。这真的很大。这套是我们的另外一套的双十一的套装的，那里面除了有我们的最明星的我们的红茶的两个面膜外，那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王牌的红茶酵母精华液，那同时搭配着我们的一个紧身衣的一个面霜。面霜，我先做到五折以下吧，这套可以吗，老板？坐过来好不好？你想不想换个工作？老板，我可以吗？但其实酵母水是真的很好用，其实大家还没有去尝试这个点。我也不要有任何的赠品。如果你真的爱我们，让大家看到这瓶水真的非常好，我们做护肤也很厉害。我们就，我们150毫升做到最深的那个。来吧，我们讲下一个吧。顾源妈妈，你上了，我要那个昏过去了呀。来吧。哦，
我们的那个古源的修女面霜，它也是我们双十一的一个断货王。然后他们都很多人说，确实这个面霜特别好用，我很喜欢古源面霜。对，因为真的是秋冬的时候必备的一款，到时候会送五个七毫升的小样。我来喽，你准备好喽？你说，我的理想价格是。我们全渠道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这价格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尴尬了，这样好不好？我们各让一步。20毫升，价值要128块钱，九是吧？差不多九。古源母可以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可以吗？他说可以就可以。我与所有女生同在，我与所有男生同在。哈哈，果然还是你最帅。来下一个。那是我们非常明星的那个玫瑰套组，总价值是1060。老板一口价490。490稳了。真的是。我们三个人真的已经很真诚了。我是帮你们说话的，你看到没有？离职离职。我们真的三个人要一起回去。没关系，一起来美吧，我们公司非常缺人。15000套吧，我们就是给猪猪女生的一些福利。这呢？刚刚那个折15000套，你这每个人再少10块钱，你就才少15000，老板对不对？老板，老板，算已经两百掉。老板，我刚刚他睡着了，刚刚老板，隔空你在隔空啊，500。是破价了，这个双十一为了女生应该要破价。一万套就作为那种。Yeah！ 哈哈，太精彩了！哦，4点，我的天哪！等老板下海视频的时候，赶快来签字吧，他等下要后悔了的。还有10分钟就要开播了，还在这里。为了你，我跟你说，我今晚直播都不要了。刚刚你答应的哦。我都没脸，还有点重，你当心。小心哦，不要一松就。我们备的货你都要卖光，一定要卖光。那个热门位啊，在那边完了，我愧对于品牌。好 ，Fresh 所有女生的 offer 成功。如果我在 Fresh 之后那个工作丢了，佳琪一定要给我一份工作了。太难了，我感觉我要丢工作了。首先我要恭喜一下所有女生们，那我们傅雷师也是拿出我们最大最大的诚意，突破了我们无数的底线，拿出我们最王牌的商品，那希望这次的双十一大家能够买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看佳琪的那个节目和直播间，一起能够度过愉悦的一次新的双十一。第一天谈了3家 offer，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很有趣呢，跟大品牌谈就是不一样。没有了，主要是反差有点太大，太便宜了，真的太划算，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免税店的价格，就是你们想要的最低价不要赠品的价格，真的太炸了。能不能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毛利的一个空间？我想要再出一个我的王牌，我得跟我的合伙人聊聊天。那就200万就直接全清空，别玩了。你觉得你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年纪非常轻，很年轻，很帅，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年轻有为，年轻有为。你们老板真的到底有多年轻跟多帅？所有人都说年轻又帅。嗨，欢迎欢迎欢迎。